位女嘉宾，欢迎她。总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喜欢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于心妍。遇到喜欢的男生，我更喜欢主动去追，所以非常完美，我来咯。有请下一位女嘉宾。Hello， 大家好，我叫于心妍，今年23岁，我来自台湾，我的职业是舞蹈老师，我的爱情宣言是做最真实的自己，才能遇见最适合的人。我们可以吵架，但不可以吵超过今天。第二条，第二条，没关系，想不起来不讲也没事儿，不要紧不要紧，想不起来就不讲了。但是亲爱的，你真瘦啊。我有在运动。哦，你有在运动哦，你们都是靠运动来保持这么漂亮的身形是吧？对，而且你又是舞蹈老师。是的。那我们先来看看你的样子好不好？好，来，你敷好面具。3 2 1。柯洁说她长得很像那个《冰雪奇缘》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大家都是，结果她说像 Angelababy。七号说是吗？总之就是大家都是在说你漂亮就对了，而且呢，在说完之后，剩下的全都转过来了。我转过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真的好瘦啊。接下来我们回到你的重点，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跟男生互动的？啊，我今天想先表演我的才艺。才艺，哇，太好了，是跳舞吗？对。啊，来。爸爸。爸爸。传说中的那种小小的身体迸发出大大的能量的那种吧。好了，接下来选择一下心动跟不心动。心动。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的黎明。接下来不心动。为什么你总是我，为什么他是不心动？因为太老了，感觉长得太老了。我都不敢看了，你知道吗？我也不敢看。不是，他是90年的，这个事情我已经在节目里面反复说了，
甚至有几期节目的时候，我一直都把它作为前缀，90后马建勋。你是哪一年？92。对啊，他只不过你虚长你两岁而已。长相比较重要。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妍妍。从不害怕人群，也不畏惧镜头，只要有音乐的地方，我随时都可以跳舞。我是于心妍，喜欢新鲜，也喜欢冒险。对于简单的生活，可以想办法让它变得更精彩。不管是一张老旧的报纸，还是一顶随意的帽子，这些简单的物件在我手中都可以律动起来。一个人无聊的时候选择发呆，一个人无聊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搞怪。今天的心情是粉色，那我就放肆的表达开心。今天的气压是灰色，那就换一个方式让自己痛快，不让天气左右自己的脚步。遇到喜欢的男孩，当然我会勇敢去爱。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个人请你静静的等待我的到来。我们通过文字信息来了解一下女嘉宾。哎，拥有一项技能就是对自己狠一点，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到老少通吃。 B， 你知道有一部超级限制恐怖片哆啦 A 梦吗？跟偶像同台，偏偏就是我们组团的生活。女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知道有一部超级限制级恐怖片哆啦 A 梦，据我所知哆啦 A 梦这个应该不是恐怖片。因为我个人本身其实生活是一个很搞笑的人，嗯，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跟店员玩一下。有一次我们就跟朋友说，我要一个超恐怖的限制级四张票，然后店员就说你要什么，我就说哆啦 A 梦。其实我觉得你有一点像李倩蓉跟戴佩妮的综合体。哎，还真是。我刚刚在看你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哎特别像。嗯，谢谢。好，谢谢。女嘉宾你好，我想知道你对自己会有多狠。其实我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一个人。我之前有做过一个牙医助理的工作，那其实做牙助其实没有很简单，因为要学一些医疗设备还有一些术语。那跟我同期的人其实大家都走了，那时候的我就觉得说我要坚持下去，别人做得到为什么我做不到，所以我会自我要求比较高一点的人。哦，就是你对学业上面的一些刻苦，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是吗？是，谢谢。为什么是阿姨也是妈妈呀？曾经我有受过家里的不好的对待，那时候有一个阿姨很照顾我，是我妈妈的好朋友。那时候她就是会灌输一些正面的能量给我，她会说就是要对人家包容，要宽容，要善待别人，不要去记恨。要好好的过生活，他都会跟我讲这些话。所以这个是指的那个，就是妈妈的好朋友，哦，是阿姨也是妈妈，很努力的照顾我。哦，不是他，刚刚以为是他。对，我也以为是他。那你说跟十一号现在这个衣服的造型蛮有意思，乱了。对，跟偶像同台。嗯，跟偶像同台，偏偏就是我们。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曾经我当过蔡依林的舞者之一。嗯，那时候其实还蛮特别的，是学校舞蹈老师打电话给我，是他就说有个机会要跟蔡依林做演出，你有没有兴趣？我就说有。嗯，他说那你找几个班上你认为程度 OK 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嗯，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参加，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受到老师的支持。就是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到老少通吃嘛。这个曾经我是做牙医助理，那有一些老人家，也有一些小朋友，小朋友很怕拔牙齿，所以我们这些助理，我们就要平复他们的情绪，握紧他们的手，安抚他们。那也不能对他们凶，因为小朋友天生就是怕医生。那老呢，就是有一些阿公阿嬷，就是爷爷奶奶，他们都会来看牙齿。有特别的经验是，有一次有个奶奶跑来看，然后我就要帮他填鼻咽，因为他看不懂，
是，然后我就要帮他舔冰梨，舔到最后我就说、奶奶，请问你今天牙齿哪边痛？他就说，我脚在痛。我就说，可是奶奶，我知道你脚痛，我知道很不舒服，可是今天我要看一下你的牙齿是哪边痛。他说，我就脚痛啊。我就说，好，奶奶没有关系，你可能走错地方了，我们这边是牙柱，我们这边是牙科，你可能要到对面的骨科去哦。就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可爱的。结果他真的是脚痛是吧？他是脚痛，他走错地方了。对，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感故事 C。女人不都是想演偶像剧的吗？被迫主动，浪漫失望，消失的女仆去照顾陛下了。 D 才开始才能放下，妈宝请自动与我保持距离，偏要做难做的全职太太。哇，这个 C 点是什么？让男生来问，来，你可以选择举手，男生十号。你好，你说女人不是都想做电视剧的女主角？曾经我有交过一个男朋友，那其实我们女生都很希望我们吵架的时候转身走了，男生都会追着我们或者是拉住我们。可是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转身走了之后，走很远，后面都没有人来追我，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以为你在演偶像剧啊？你以为我会去追你吗？你先给我立马回来。然后我就乖乖的回去了，就还蛮难过的。那是你的前男友吗？还是前前男友？前前男友。你之前有几段？三段、每一段都是走了很远，他们打电话让你回来，没有一个就追这一个，没有一个有追过我，所以我都不会再走了。女嘉宾你好，那个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做全职的太太？因为我觉得正常的全职太太，他们几乎都是黄脸婆。那我觉得说，全职太太就是要让自己做到最好，照顾家庭照顾的最好，可是也要把自己顾好，这是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的要求。全职太太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好。 OK， 就是你结婚之后你想全心全意的为家庭付出。对。 OK， 被迫主动，浪漫失望，消失的女仆去照顾陛下了，什么意思？看不懂。对，这是一句台词吗？这其实就是我是一个只要有男朋友的人，我就会消失的人，所以就是消失的女仆去照顾陛下。我是个有男朋友就会消失的人，然后会全心全意的去照顾男朋友。就是永远都是爱情大于友谊是吧？是这意思。这然后前面那句呢？前面那句被迫主动，浪漫失望。其实我是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我很希望有人送我花，可是到最后就是男朋友他们没有一个人送过我花，我都有跟他们提过，可是他们就是不会送。就很渴望浪漫是吧？就很渴望浪漫是吧？对，我很渴望浪漫。就是三段都没有遇到一个浪漫的，然后你走了也不追你。对。然后啊，你对他们还那么好。没问题，第四段说不定会峰回路转。是。先祝福你好吗？接下来四位问答，选择两位男生。八号。你是一个睡觉的时候会赖床的人吗？不会不会不会。那你有起床气吗？有。你看状况看状况。女朋友叫你起床你会生气吗？不会。所以你是对朋友才会生气？也不会，真的是看状况，真的。谢谢。下一位，三号。嗨，你好。你是一个常常会笑的人吗？我蛮爱笑的。那你会逗女朋友开心吗？会啊。那你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吗？我觉得你其实就是在一直在做自己啊，不太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这样蛮好的。那你会对女朋友做浪漫的事情吗？会。谢谢。姐，接下来是马上他们选择了。在此之前，首先要确认一下，你之前选的心动男生是不是要更改？不用了。
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接下来男生们首先做出决定，完美告白，为爱转身，请选择。你说你是为了一个男生而来，是，但是我准备一点道具，我可能要去换个妆。换个妆啊？对。哦，好，那我们要在现场等你一下是吗？是，不好意思。没关系。因为前面那个女嘉宾她已经就是这么搞怪，这么好笑，那我想说她是不是又会去换一些装扮来跟台上的男嘉宾告白，我还蛮期待的。女主角刚刚说要准备一下，现在她已经换装完毕了，让我们期待完美之门之后的她。I saw girls, yeah, my mama didn't care. Oh, I saw girls, today, 이노래를불러요 my girl. 女嘉宾走出来，我第一眼看到就不经意的笑，因为她那个装扮实在是太好笑了。你们认为我今天扮演的像谁？那你们觉得我今天是要跟谁告白的？啊，几号？这就是你们的什么？我扮演林达浪是因为我有看到他大学时期有扮演林达浪的样子，那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然后又非常的逗趣，觉得好喜欢这个男生哦。有吓到吗？有一点像那个戴佩妮扮林达浪的样子。是达浪。达浪。达浪，我真的好喜欢你哦。我是一个很喜欢给生活添加乐趣的人。我之前有看过你的在节目上的影片，我觉得你笑的时候很可爱，扮达浪的时候也很可爱。我很喜欢你扮达浪的时候。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好，你问。就是我有看到你有 po 一个文章，就是有说就是你很少跟你爸爸合照。前几天父亲节发的一个微博。那你可以跟我说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合照了吗？其实我爸跟我妈大概是在我高一的时候分开，那一段时间其实我比较少跟他有联络，然后不太清楚他们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因为那时候我妈也没有跟我说。那等到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妈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那当时其实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不太能谅解我爸，因为没事吧，慢慢说。他，我其实不太能懂说。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放弃一个这么完整的家庭，然后跟别人在一起？那当下其实我是觉得没办法谅解他。我在某一年的那个跨年的时候也有去过台东去看他们，那有看到我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当下其实我也就原谅我爸，因为再怎么说他跟我还是有血缘关系，一直跟他很少合照，可能就是他们离婚之后就一直没什么机会见到我爸。那我妈其实她就会觉得，她就说，哲轩啊，毕竟他还是爸爸，虽然说他对不起我，可是他还是很爱你，他还是有在关心你们，所以到现在我是真的原谅我爸，我真的放下了。那因为没有跟他什么合照，所以那时候就只是放一张我爸的照片，然后就祝他父亲节快乐。压哭了。今天很谢谢你跟我讲你这一段故事，让我更了解你多一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从小爸爸就过世的人，他也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然后在我爸过世之后，我弟弟就他的妈妈就离开他了，所以其实从小照顾我这个弟弟我也蛮辛苦的。可是就是毕竟是一家人，我觉得能珍惜就是珍惜，不要到最后其实我家人走了我才懂得珍惜。我很开心可以跟你聊这么多。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很喜欢给我身边朋友带一点乐趣，更况是我自己的男朋友，在你开心的时候陪你笑，你难过的时候我逗你笑，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找你的爸爸，我可以把你的爸爸当作我自己的爸爸一样，我可以照顾你的家人，我可以在你身边开心的跟你一起生活，我们不会有争吵，因为我一定的都会笑着面对你。其实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同感，所以他讲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我觉得我跟他有很多的共同点。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我跟我一起走吗？我当下其实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对我的喜欢其实已经算是奋不顾身不顾一切。其实我今年34岁。34啊，保养得很好。对，真的假的？真的保养得很好。我有认过年纪比我小的当干哥哥，领导说你是史上最认真的女嘉宾。那你还带了手电筒是吧？有一点肉肉的，蛮可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转过去吗？我知道，因为我是不心动的。认识的人跟这些事物，就是很感谢，真的。因为妈妈常跟我说，
就人要抱着一个感谢的心。真的很谢谢你今天就是打扮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一般的女生应该不会想要就是扮成蘑菇头，然后戴一个黑框眼镜，然后背个背包来让她喜欢的人看到，因为那对她来说可能就是形象会有一点点破灭，或者是没想到。对，就是我很敬佩你，就是可以为了我做到这样子，对，你真的很棒。那其实我也很感受到你对我的心意，不管是关注我的微博，或者是知道我大学有办过林达浪那样子，对，那真的是很谢谢你对我的一些认同还有观察。我觉得当朋友吧，当朋友吧。一个人静静呼吸，是你的陪伴。你也可以做我的妹妹。能当你妹妹，我也可以很幸福。他拒绝我的时候，其实我蛮难过的，因为我做了很多准备，我以为他会跟我走，但他还是没有跟我走，所以我觉得很失望。王老师，从新妍的资料上来看呢，她其实是一个过得非常坎坷的女孩，是，具体就不提了，我们没必要去触碰她的伤口。一个女人如果作为一个妈妈能够带给别人什么样的能量和温暖，所以她做全职太太的这个念想其实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她特别渴望在她这里能够尽到之前她的长辈们没有尽到的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庭的爱。所以我相信凭借他这份渴望和这份情愫，他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全职太太，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因为曾经失去过，所以才懂得更加珍惜。掌声有请第二位女嘉宾，欢迎她。我是王晨曦，来自台北。我今天18岁，因为我有18岁女孩的朝气与活力。我今天25岁，因为我有25岁女生的娇滴与美丽。我今天34岁，因为我有34岁女人的成熟与妩媚。我从不刻意记得自己的年龄，因为我感觉这与爱情无关。今天我来了，你会是那个不问年龄是否，也愿意执我之手的人吗？有请下一位女嘉宾。大家好，我是王晨曦，我来自台北，然后我的工作是在教小朋友英文的英文老师。大家好，我的恋爱宣言是请懂我再说你爱我。你可以不聪明，但是你不可以笑我笨。你可以贪吃，但是不可以让我跟着你一起变胖。我想问一下7号，刚8号跟你介绍了什么？你转过来的？他没有在跟我讲话，他在跟6号讲话。哦，他都人家越过你跟6号讲话。哦，那6号你是因为8号介绍所以转过来吗？
没有，我们就觉得是台湾的女嘉宾，台湾的支持一下，要支持哈，大家约好了。我们先看你的样子，好吗？好，你放好面具。三，二，一，You're my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好了，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互动的部分？有一个小小的数字游戏，然后想邀请四位男嘉宾跟我一起游戏。三号，然后五号，七号，二号。从一开始数数字，每个人最多数三次，数到二十五、三十、三十四的人就会被惩罚。而这三个数字之一是女嘉宾年龄，看看谁能猜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不可以喊这么多，最多喊三个，最多喊三个，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就是这样。不是二十五吗？对啊，对不起。对啊。是二十五、三十、三十四嘛？对对对对。对。好，没关系。继续啊，继续。我只是要示范给大家看。好，继续，没关系，没关系，来继续。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不是我是他，你一定要喊二十五，对，好，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好，接下来继续，三一，三，三子。因为这个游戏绝对是考兄弟友情，对吧？那所以你的年纪是？你们猜一下，就刚刚有喊到了是吧？对，就是其实那三个关键数字就是二五、三十跟三十四。我猜二五，我也猜二五。那林峰呢？十八。哇，谢谢。三十好了。三十二。三十。哦，三十。其实我今年三十四岁。三十四啊，保养得很好。对，真的假的？真的保养得很好。谢谢，刚刚谢谢我们的四位男生，谢谢。他刚刚还没有上场的男生，来选择一下。好。心动。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觉得他很成熟，我还蛮欣赏这样的感觉。不心动。好，来了解一下晨曦的背景音乐。喂，你最近过得好吗？哎呦，妈妈是烦恼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那么忙，有没有正常吃饭？妈，我很好。你哦，都三十几岁了，有没有对象？要是有，要快点带回来给我认识。哦，你每次都说这个，我有你就够啦。妈妈是关心你，你有吃饱吗？最近天气比较热，要注意别中暑。好，我会照顾我自己。倒是你，你自己身体健康要多注意哦。先挂啦。其实好像告诉爸妈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如果最后是你，晚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我是王晨曦，你听到了吗？然后这番片子应该能代表很多，就是现在比如说到了适婚年纪都还没有出嫁的女生的父母的心情。其实父母都是比我们要更着急的，对吧？对，但是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
可以单身这么久，就是我爸爸妈妈还蛮支持我的。然后那当然他们这一次也为了我参加这个节目也录了一段短片，因为他们不希望我因为年纪然后有压力然后草草选错了对象，他们觉得我有没有对象然后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能够把自己照顾好过得开心，然后如果真的遇到喜欢的对象他们也会很支持我，所以我们家是比较自由比较开明，所以我还蛮感谢他们的。非常欢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文字信息部分。哎，朋友来家里做客的理由居然不是我妈妈在家里就是贵妃。 B 82到50改变的不止一点点，心理成年行为小孩，很喜欢毫不客气的夸奖别人，认为有时候80分比100分还难。所以这是82到50是82公斤到50公斤吗？对，82到50就是之前瘦下来之后有从事模特的工作，那有拍摄广告。那其实我自己也以为我那时候才60几，然后又胖得很均匀，就是壮壮的像男生，因为我个儿高胖，对，就一点不是那种很肥的，所以我自己那时候量体重也吓到。那我是靠着健康的饮食跟运动瘦下来的，那可能因为年纪现在越来越大，喜欢稳定的生活，所以现在就是慢慢就是专心在教小朋友英文。你和爸爸是敌我关系这个部分，是因为你在家里跟爸爸关系不好吗？还是不是？因为我爸非常疼我妈妈，只要我跟我妈有顶嘴，不管他对或他错，永远都是妈妈对我。所以我听说你刚刚之前说爸爸妈妈今天都有录视频嘛？对，没有想到他会帮我录视频，所以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都快哭了。真的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家人感动的祝福。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曦的弟弟。姐姐她是一位非常善良单纯，然后也是一个很天真的女人。然后在工作上面，她也是非常努力的、认真想要去达到她的梦想。那在另外一方面，我真心诚意的希望他可以找到他的幸福。姐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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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加油 ！OK， 加油了。弟弟妹妹好多啊！正牌的应该就是第一个讲话的。弟弟，那爸爸妈妈的有吗？有，爸爸妈妈也有。那现在也看吗？还是可以啊，看一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女儿，我跟妈妈都很开心。你有机会参加非常完美，像你那么美丽、快乐、lucky 的女孩子，认真的女孩子，这是老天爷给你最好的礼物，对你最好的安排。我跟妈妈都祝福你，祝福你，妹妹，顺利，顺利 ，lucky。他们很害羞，但是还是帮我录了这段视频。很好，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已经在台湾播出很久了，非常受欢迎。然后我也知道，就是真的很感激台湾的这个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每次看到说有父母家人在祝福的时候，你看眼睛哟、红红的，我也会觉得特别感动。对啊，就是因为他们很爱我，都不会去让我有压力。但我自己心里面其实很对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感情路比较不太顺利，所以让他们很操心。没关系，之前不顺利有什么关系，最后得到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来，我们跟他聊一聊 ，AB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聊的？有很多男生举手，选择那林峰五号。Hello， 女嘉宾你好。其实。很多情况下面，其实减肥跟戒毒是可以划等号的。就是我想知道你这个从82到50的这个动力啊。其实还蛮好笑的，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你看我那么开朗，其实胖子都还蛮开朗的，就是我一直都是小胖妹。我就是喜欢证明说我能够做得到，所以就因为那个动力。蛮喜欢现在这个样子。能这样子减下来的女生，最起码她做事是肯定是很有恒心的。谢谢，他人真好。Hello，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说你那个有很多干哥哥，可以解释一下？我有认过年纪比我小的当干哥哥，因为他比我成熟，然后都是他在照顾我。一下子可以认8号做干哥哥。对，8号是95后的这个外表。
但是内在很成熟，内在是七五后。哇哦，那可以有那个荣幸吗？所以你干哥哥现在是完全没有这个限额的是吧？对啊，就是遇到了就变干哥哥。对，可是哥哥就是哥哥，嗯，我不会有那种，对，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不太喜欢搞暧昧那些，我也没有备胎，我其实我姐妹就说我是一见钟情的人，就是如果对这个人没有感觉的话，我完全不会让他有跟我相处的机会。所以说列入干哥哥的就是绝缘体。对，就是、哥哥是不会变成男朋友或情人的。对，你刚刚对八号的邀约是对不起。那如果那个你的男朋友会介意这些呢？比如说像我就介意，比如说你和你前男友还在那里，我心里哦，那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以前有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是比较可怜的一方，因为我前男友他还蛮重视前女友的，所以我受了蛮多委屈，尽量避免。对对对，我听编导说你是史上最认真的女嘉宾。我就问为什么她是史上最认真女嘉宾，因为只要最多一套或两套衣服就够了，但是你带了多少套？应该至少二三十套。各位亲爱的这个二三十嘉宾们，我们有证物在现场。首先太过分了，首先我们看到拿出来这个已经赢我的箱子耶，不止一个行李箱，拿了两个行李箱。这个还不是三十寸，是三十二寸。冒昧请问一下，能否打开看看吗？好啊，可以啊。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到底带了哪些东西，装了一大箱一小箱，我的天啊！就是裤子，然后洋装，然后衬衫、T 恤跟……听说你还带了手电筒是吧？不会还有探照灯吧？没有，没有，因为刚好那时候在看完那个加州大地震啊，然后还不是一般送的赠品，但还是大尺码的手电筒。请问男嘉宾会介意我这个习惯吗？准备很充分的习惯。我是觉得女生这样子还蛮好的。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很难得能够遇到欣赏我的优点的男孩子。就是有备无患嘛，然后还蛮严谨的吧，而且我觉得女生会整理还蛮有魅力的。谢谢，这好事 对吧？哎，可是如果是你女朋友的话，这个大箱估计就是你要抬哦。哎，倒是无所谓，这也不会特别重。刚好你有缺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帮你准备。我们放过旅行箱，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的情感故事。最自卑的是自己的恋爱次数，对方经济不好也不会对你好，前未婚夫的家庭让自己懂得了结婚究竟是为了什么。 D 喜欢把男生养得圆圆胖胖的，绝对不要太注重女生外表的男生，重度一见钟情患者，现在择偶观变得越来越少。你是不太注重男生的外表是吗？对。那你有写是重度的一见钟情，那你中的是哪里啊？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较有肉一点的男生，就是现场有比较有肉的男生，就是不要太瘦。你是说哪个部位有肉，还是整体有肉？都可以，就比如说有小肚子，有肚子，男生好像比较容易有肚子，有肚子的有吗？可以让我看一下。你要走进大家不要有介意，因为他就是喜欢。对啊，这样有安全感啊。还腹肌啊，那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好啦，那我可以吗？小磊没问题的。好，不要吸气，不要吸气啊！有一点肉肉的，蛮可爱的。来看我们节目的男嘉宾，身材其实真的都很不错啦。好，但是你就是喜欢，就是你不介意嘛，身材圆圆的，都很好。尤其是跟我在一起才发胖的话，我会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很喜欢做菜跟做点心。好，来十五号九零号马建勋，你举那么高干什么呢？因为我想问问题。问。那个。就问一句啊，好，对方经济状况不好也不会对你好，为什么？因为我有交往过一任男朋友，就是我将近，也不要说养他，但是我负担了他将近一年的生活费。因为我其实是个还蛮女男平等，我不会觉得说什么都要男生出。那他之后工作越来越好之后，他
也没有好好珍惜我。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是90年的，我们这个年纪呢是正在打拼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患难的人。对，我希望的是我的另一半是比我有能力一点，然后比我聪明。啊，所以你是考虑到潜力股这一方面是吧？那这是一个非常合理而且呢应该要考虑的事情，很实际，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心理素质是不是健康强大的问题。谢谢老师。好了，接下来私密问答选择了两位。五号，我想请问你，你女朋友做什么事情你会不开心？做一些善良的事情吧。那如果说看手机这一方面呢，你会看手机？随便看啊，我都是密码，任何密码我都会跟我女朋友讲。就是，所以你的行程也会主动跟对方报备吗？对啊，会啊，也会主动。好，谢谢你。三号，嗨，你好。Hello， 我想问问看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可能有时候比较优柔寡断。会不会很容易发脾气？我脾气蛮好的，就是不太容易会发脾气，就是，我之前交往过的对象，通常都是他们在发脾气。那就是那 OK， 好，谢谢。相互的认知和他提出来的那些观点，就是真的觉得跟我好像，就特别特别像。接下来完美告白，为爱转身，请选择。接下来依然还是你的时间，告白时间。但我听说好像你告白之前先要请大家去看一个片子的是吗？对，有准备了一段影片。短片是给大家看的，还是只给心动男生看？可以给大家一起看，但是后面会出现我心动的男生。了解。来，请大家转身，一起来看一下。到了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取悦，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多躲远一点。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怨也不将就。能如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如我心者，不屑敷衍。这一路遇见那么多人，错过那么多，在几个人身上受伤，也因为几个披上铠甲。那时犯过的错，经历的遗憾，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准备的。我们棋逢敌手，已经等了那么久，如果最后是你，晚一点真的没关系。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我爱你。当短片最后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原来真的是我。5号，林峰。Hello。 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前面玩游戏的时候知道我的年纪，那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林峰呢？18。哇，谢谢。说实话，你说34的话是没有想到了。
就是我可能觉得你跟我年纪可能差不多吧。那我又准备一个东西，然后可以请你陪我一起，对，做这个。Okay. 那麻烦一下，你可不可以先看看这个心上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有吗？有看到什么东西吗？没有啊，没有啊，就是 OK、嗯。其实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一起站在那个粉红色的心里面？那我得等我一下，因为我怕把它踩坏。好，就希望可以，你可以站近一点。我没有准备什么很华丽的告白的场面，然后也没有准备什么礼物，但是。我想表达就是我从台湾来就是带了一颗我很真诚的心想认识你，对，然后就在这个心上面想跟你说一些话。我不会想要叫你改变你的做事的方式，然后要求自己100分，虽然我自己有想要调整，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你，你做你自己，很想跟你就是这样子轻轻松松的聊聊天。对我来说，我只想知道你过得开不开心，然后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可以帮你分担，然后有一个互相支持的一个对象。那我希望我会是那个人，所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跟男生这样子告白，所以而且我年纪这么大了，其实我真的还蛮紧张的，就希望你可以了解我的心意。我很喜欢你。还蛮觉得蛮有点蛮害羞的。女嘉宾给我的整体感觉很好，觉得那样的女生很有女人的味道。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走下去。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我很希望那个人是你。首先真的就是很感谢你就是大老远跑过来，而且你刚才讲的其实真的来这个舞台不太需要很多华丽的装饰嘛，很真诚的就像你说带了一颗心过来就可以，其实有感受到很真诚，真的很真诚。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我们通过刚才的了解啊、提问啊，我也是发现啊，就是很相似嘛，真的很相似。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啊、是合适，但是不心动。真的觉得真的觉得你可能比我们现在舞台上看到的更优秀更好，然后才假装不在意。当他跟我说合适却不心动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还蛮难过的，对，因为对啊，就是很婉转的拒绝嘛。可以再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吗？我还有准备一首歌要送给你，然后我没办法唱，就是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坐着听这首歌。要背靠背吗？可以吗？当然。的日子
真的难熬。当听到那句歌词“终于等到你”的时候，我决定起身离开，是因为我还是没有等到他，所以就觉得也要大方的离开。像你这样一个永远十八岁，然后优秀的女人，肯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祝你幸福。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我在猜想电视机前的或者是现在正在用网络的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手机 pad 或者是电脑在收看我们节目这一段的朋友，如果跟晨曦是同样的心境，在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即使你们眼里没有泪，心里都是有泪的。我觉得可以写实的表达很多现在还没有等到那个人的很多女生的心境，包括男人。时间会摧毁很多事情，包括我们的骄傲和自信，但是无论怎样，我还是希望那句话，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希望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就是终于是可以等到你的。来，掌声有请下一位女嘉宾。生活循规蹈矩的过着，时间日复一日的走着，想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却不知道新生活要从哪里开始。很努力的想要看清爱情的面目，却逃不过三个月的魔咒。总是觉得快要看清他的时候，他又离我远去。希望爱情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等我。有请下一位嘉宾。大家好，我叫白露，今年25岁，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的爱情宣言是：爱情就像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朵花，想要摘取就必须有勇气。我可以陪你一起看球赛，可以一起陪你打游戏，但是你不可以忽略我的存在。我可以接受我们的朋友圈不是经常出现我们秀恩爱的东西，但是我不可以接受你伪单身的状态。他不是一个人了，太给面子了，谢谢。那我们先看你的样子好吗？三二一。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转过去吗？我知道，因为我是不行的。
认识的人跟这些事物，就是很感谢，真的。因为妈妈常跟我说，就人要抱着一个感谢的心。有人说你不是很像内蒙的女生吗？有吧？有，有过，有过哈。对，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跟男生互动的？有的。是什么呢？我想先挑一下男嘉宾。好，来。哎嘛，哎嘛，八号、十二号，那位大叔，还有四号、十五号已经直接变大叔。我的游戏规则是，大家要一口气喝完一瓶可乐。走吗？为什么？就比速度吗？还一口气喝完一罐可乐，然后第一个打出嗝的男生算赢。哇啊！怎么样？预备，开始。对哦。你这个像吃饱了。我觉得已经揭晓答案了。了解了，好，那就是八号了。那有什么奖励吗？有的。那剩下的三位先下去，可乐拿回去。对，就是我教你一个治打嗝的方法，对吗？我知道，不是按这边吗？有一个古传的秘方，就是你深呼吸，然后眼摁这样摁着眼睛七秒之后，你就不会打嗝了。两个手，两个手，一边一个。看来专家也是有骗人的。都是什么对什么呀？好了，接下来，亲爱的，要不要看看其他男生？有一些还没打嗝的。好，看一看有没有你现在心动跟不心动的。心动。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我们用短片来了解一下露露。记忆中没有留过长发，现在才发觉短发的我才是最真的我。我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没有额外的惊喜，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能打破平静的生活，去寻找一个新的开始，但还没有踏出第一步。在脑海中早已百转千回，之后还是重复昨天的生活。画画中的我可以用安静的状态感受其中的快乐，舞动中的我可以用欢快的节奏打破沉默的自己。我会喜欢梵高的作品，虽然忧郁，却总是给人希望。如果生活是单色，我希望你会是那彩色阳光，照亮我的生活。我们来了解一下露露的文字信息。 A， 非常喜欢收集戒指，最大的遗憾是从小到大没有留过长发，除了洗碗愿意承担任何家务活。 B， 喜欢气场强大的人，毕业作品的创作折射出自己的内心，不合群，不主动。可以选择举手男生来提问。十二号吧。女嘉宾你好，你说最大的遗憾是从小到大没有留过长发，你现在的头发大概是到什么长度？那到肩膀。是因为什么原因都没有留长发？因为可能是爸爸对我的教育方式对我的影响吧，因为我的爸爸就是从小把我当一个男孩来养，尤其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当时可能大概能扎起来两个小揪这样的，但是被我爸强行拖去了理发店，就直接给我剃了毛寸。
所以你的个性会比较偏向是比较中性还是？中性吧。中性，就是因为可能因为小时候爸爸这样的教育方式。对，会比较偏向于中性一点。那 你的 B 点有一个就是不合群不主动，是因为小时候的个性让你养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习惯吗？我说的这个不合群，并不代表就是说我和大家相处的不愉快，只是说我觉得我对人的态度是特别真的，就是那样，我希望对方对我的话也是比较真比较走心的那种。好，谢谢。我想问一下你有多少个戒指？好多好多，数不清楚的，就是我现在带过来的也有很多。其实我也是很喜欢戒指。是吗？对。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比较喜欢金色金戒指。金色的是吗？对对对。很多人会讲说哎有点土啊或者怎么样的。不会啊，我觉得很好看的。你说你喜气场强大的人，你怎么去断定这个人的气场强不强大？可能我在茫茫的人海中，或者说在一群人当中，我就会一眼看到他，就是会。你骗人，我手都举了十多分钟了你才看到我。这是不是表示他的气场不够强大呢？气场不太合吧。不是说你不强，他是说你不合。我特别好奇什么记忆只比鱼多一秒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只小鱼问他的妈妈，说是妈妈妈妈，为什么人们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呢？然后这个妈妈就回答到说啥，然后这只小鱼又回答到说啥啥，你说啥，就是这样的一个段子。就是大家对我的记忆可能就是会比较说我比较健忘吧。来，接下来我们这样，我们看看他情感故事，大家可以接着继续聊。好，来 C，害怕另一半感情经历太丰富，逃不过三个月的魔咒，恋爱中不知道该如何用手段，二十岁才开始的初恋。 D， 喜欢自带幽默感的男生。你说你害怕 另一半感情经历太丰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感情比较来说的话，应该是属于那种白纸一张吧。我觉得他如果感情经历太丰富的话，我觉得我在他面前会显得比较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觉得对方有多少段就算是感情经历丰富了？六段以上吧。六段以上不算中间的小插曲。你所谓这六段以上啊，这其实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太成立。如果说这六段都跟你一样是三个月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其实他是跟没有经历过是一样的。恰巧你很需要一个感情经历很丰富的人来引导你，来教你，要不然你觉得你一直靠这三个月的这种感情，你永远是一张白纸，永远不会进步的。其实我也是想拥有一段特别长久的感情的，但是就是说诸多原因吧，我也到现在我也不太懂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找一个感情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啊。譬如说像是五号林峰之类的。林峰自己觉得感情丰富吗？略懂。略懂。那你要不要请教一下这位感情丰富略懂的人，到底你的问题你觉得会出在哪？其实就像你这一讲的这个，你说不知道该就是如何运用手段，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了。手段因为打引号嘛，它可能是一种经营的方式啊，对，对不对？你不知道这种经营的方式的话，你是很难去经营一段感情的。就是我建议你应该有一个就是感情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就是来告诉你怎样做，要不然你永远不知道。第一点的第一句是说，你说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是你自己真心觉得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之前也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现在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家的归属感，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遇到喜欢我的我也喜欢的人，和他长远的发展可以有我们的家。他在哪里的话，我的家就在哪里。为什么现在觉得没有归属感？所以听起来你找一个未来的男朋友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对吗？对，特别希望尽快有一个自己的家。因为现在大部分朋友这个岁数的话，他们差不多都结婚了吧，都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所以并不是因为你现在比如说跟父母之间情感的状况或者什么没有关系，只是个人的一种情感的渴求，是吗？也有，也有跟父母相关的。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家没有让我有特别大的一个归属感，没有家的一个。为什么？是因为父母？因为妈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离开是指？她在天上。了解。3岁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人世了，然后一直跟着爸爸吗？对。爸爸后来有再婚吗？还是怎样？有再婚。所以你现在是一直跟爸爸跟新妈妈住在一起是吗？对。那后来爸爸跟新妈妈又有孩子吗？有一个小我8岁的弟弟。我觉得不需要应该再追问一下，大家大概能够明白说现在你跟爸爸跟他的新家庭住在一起吗？你们住一起？对，在一起。在一起。但是我们之间就是交流的话会特别少，就是我们之间的沟通会特别少。所以现在能够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对，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家，特别的重要。 对了解了，懂了。好，就刚刚你在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会找到一个很爱你很爱你的男生。我觉得你应该像你这样女生应该会幸福下去。谢谢。有的时候活跃气氛不见得非要讲笑话，真诚的鼓励也非常的好。私密问答，选择两位。等一下。怎么了？我可以先再仔细看一下吗？我们刚才没有看太清楚。可以，没问题。他把我拍过去的时候，当下真的是觉得是按错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转过去吗？我知道，因为我是不心动。不是，因为你第一次吸引到我的时候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当时在录节目的时候女嘉宾还在说话，你就勇敢地做了自己，不想听她讲话的话你就转回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特别想认识你，你可以跟我上台吗？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因为你是一个敢于做自己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或者说是想要让你改变什么，你都不会去做。你只会做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你，和别人就是不一样。但是可能我的话就会比较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多一些，就像我现在的工作性质是不允许我扎那样的头发或者是穿这样的衣服，因为他们觉得是我这样穿着的话会属于那种比较不正常的类型。我当时还有冲动到就是直接跑去理发店把两边的头发都剃掉，然后中间只扎一个辫子那样的。但是因为很多人的一些话或者是举动，我就又把头发留起来了。所以我还是特别羡慕你。就是做自己吗？对。你刚刚其实说我那个把我转过去那个举动，就是我还记得那应该是我来到非常完美大约录制第二个月所做出的一个举动。其实来这节目我也慢慢的在成长吧，其实后来我也几乎没有再做出这个举动，因为我觉得也许在那个当下是自己的一个情绪，说人做就觉得来不了那就不要吧。但后来真的觉得好像必须还是给人家一个尊重，不管你喜欢跟不喜欢，但在于有些方面我还是很坚持我自己的一些讲法跟做法。对，那我特别羡慕你，就是说你有你自己的梦想，你会为了你自己的梦想特别的拼，你也不会就是说因为任何的事情或者条件改变你自己对你梦想的追逐，你永远都不会停下来，哪怕你受再多的苦你都不会停下来。对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结果也许在这一年我觉得
有些梦想我实现了，就像我梦想中的一站，就像我想去英国。我有看。我去了。毕竟人本来就有一个小小梦想，就我不管能不能达成都必须去拼。我有看你的微博，有关注，有天天都在看。你的微博上有发一个截图，就是你的妈妈说希望你多更新一些微博的照片，因为看到你的动态的话，就是对她最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和快乐。对，我喜欢把我的一些欢乐还有我觉得那些正能量的一些意义就分享给大家。对，嗯，可能你没有时间天天去更新你的微博，那我们大家帮你好了。你可以闭上眼睛吗？你可以睁开眼睛了，我们来一起帮你完成。谢谢你穿过云层站靠近我身边，开心还是难过都会有你有我，每一天想只享受每一天，我们牵手肩并肩，两人美好明天，包容一切的体贴。谢谢你经历风雨慢慢站在我面前，快乐还是很多观众拿着我从来录来，就是从我用微博到现在的状态的一些就是全部的照片吧，我发过的照片就是全部都贴上来。其实我当下那时候的一个感觉就是心中有触到那个感动的点，真的那时候真的就是眼泪就觉得又要流下了。真实世界里实现，天天都梦想有一天，有天我们愿与彼此终身相爱。这个你好拽的。我觉得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特别好看。我觉得这是个就是很棒的一个方式，我很喜欢，因为我看到了这么多的照片画，也许你们写的话我没办法这样全部看完，但我看到这些画面我觉得有点就是想哭，因为这些照片有一半几乎是就是跟我的兄弟们啊，还有我家人之类，很多都是各个不同的场景。这些东西啊都是我来到非常完美后才有开始，才有这样的生活，因为我来到非美我才学会用微博，所以这些这么好的回忆其实也是从也是在非美开始的，认识的人跟这些事物就是很感谢，真的，因为妈妈常跟我说说人要抱着一个感谢的心。很感动，感动的点真的有太多了，每张照片所媒体每张照片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是我这一年来说所遇到的人事物。他的眼里是带泪花的，我当时看了觉得哇，我居然可以感动他。那我希望接下来有我也为你贴上这样一张。
你的出现就像一抹阳光照进我的心。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照片吗？因为我想接下来的话会有一张我们的合照贴在这个上面。你可以带我走吗？我还是一样，就是我很惊讶，对，就是很谢谢你。结果今天就是虽然看是很简单的东西，却又让我感动，因为这就是我心中最想要最简单的一些情感，就是看了就很有感触，真的。你说你在那个缺一个照片对吧，其实不管我有没有跟你走，你也可以跟我拍一张照发在上面，就是很开心认识你，结果我们当朋友吧。拍一张照吧。就是被拒绝的心情百感交集啊，但是当他搂着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刚刚你一直在纠结一件事情，就是爱情到底是不是要用手段。对，我要告诉你，你一点都不缺手段。其实当你懂得一个人的心，懂得体贴他的情感，并且做一些让他开心的事，那已经是最高明的手段了，那就是真心诚意的理解。也许你不能带走孙克杰，但是带走他对爱情的信念跟看法。谢谢。你现在是和你的父亲他们在一块住吗？对。那我建议你独立出来，自己，如果你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的话，那么你自己到一个独立的地方去住，因为有时候人的安全感是自己给予自己的。你在那个家中如果找不到安全感的话，那你要不断强大自己，让自己享受一段独立的生活。这样的话呢，不断增强自己的安全感，即便男朋友没有出现，你也可以体会到自己做主的感觉。不是说他在哪里家在哪里，而是你在哪里你就能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样才能变成一个强大的女人。谢谢两位老师，祝福你，祝福露露，加油。我觉得你不仅是一个特别率真的大男孩，你还有你特别细心，特别孝顺，特别关心照顾到别人的一面，希望你找到你自己的幸福。这一满墙孙克杰的微博哈，事实上我觉得克杰一直在说在这里有很多的成长，很多的改变。克杰刚刚说他今年实现了很多梦想，包括去英国。我觉得有梦想的男人并且为之努力的人是最美好的，所以掌声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贵州卫视非常完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谢谢。网易考拉海购，下载就送100元现金红包。参与非常完美官微，柔顺大方非常完美话题讨论，即有机会获得柔顺大方大礼包。凡牵手成功的嘉宾，将获得由大方柔顺洗发露提供的精美大礼。柔顺大方，祝你生活完美爱情。添加非常完美公众微信号 FCWM100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节目资讯，与男嘉宾亲密互动。有你。非常完美，用爱唱响青春。